好 ，band 乌龟翻转试讲一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黄泽亨。Good。我今日讲嘅故事系乌龟翻岛嚟。Good。今日我放学之后，我同平时一样喺屋企里面做功课。突然我听到一啲声，我走到去房间里面，见到一只乌龟仔喺度大嗌：救命啊！救命啊！Good。啲咁啊，我问小乌龟仔：你喺度做咩啊？乌龟话：我翻到啦。跟住我就帮佢翻。收養咗烏龜啊！講清楚少少，最後我就收養咗烏龜。我覺得我覺得幫咗人哋，對我會好開心。我嘅演說，多謝唔該曬。